我嘗試啦，即係如果嗰日啊，嗰啲資料我可以早啲搞掂曬，十點幾緊我即係都可以多啲時間啊嘛，早啲瞓啲咁啊，朝頭早又早啲起身，咁啊早啲做運動咁啊，即係成個人都精神啲嘅。咁啊入到嚟啦，大家都係即係一樣啦，多啲俾 like 啊，多啲留言，多啲分享。咁啊有啲老友就平時越多留言啊，咁啊嗰個推播就越嚟越好嘅。咁啊所以大家都多啲留言，睇重温睇直播都係啊嚇。咁啊，歡迎大家收睇，亦都多感謝大家每晚都坐定定啊！即係呢個佛系嘅最正分析啊，雖然唔知幾時有，咁啊，大家都會係即係一知道有咧，都會即刻去睇翻。咁啊 ，Facebook、IG、WhatsApp。